下面上来吗？准备健身？你们四个人？哦，你们总共里面只有四个人，那是怎么会被那个困的呢？有没有乱按？到四楼以后他不开门，然后就不停的上下上下呢，你们也没有按乱按，反正就是到层了打开不了。那中间有没有做过什么就是按那个铃啊紧急措施的那个，那有没有人回应？没有人回应啊，然后你们才打119。